go。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，买车容易养车难，许多有能力买车的人就是考虑到买车之后的养车问题，甚至有钱都没有买车，一辆车买回来之后需要买保险、保养、油费之类的事。这里面其他的事还好说，都有方法减少费用，但是油费就不一样了，那是必须要用的。那么有什么车跑起来非常费钱呢？世界上跑到最快的车是什么？可以说跑得最快的量产车这一头衔是一直被布加迪牢牢地握在手中。布加迪的多款车型多次打破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但是不是没有代价的。耗油高你估计能理解，但是它的油耗到底有多高呢？它如果将速度提到最高，那么13分钟车就会散架，但是它的耗油根本不允许它跑13分钟，一箱油速度最高的时候10分钟就跑干了，这样的油费谁能承受？然后就是我们了解的黄金车，这辆黄金车是阿拉伯富豪打造的，价值28000万欧元，8缸1000匹的马力。但是这辆车上路贵的不是油费，而是黄金。它每跑2公里就要掉1克的黄金，普通人想都不敢想，有一辆车就连黄金车也不敢和它比开车费钱。它就是卡特彼勒。卡特彼勒797所使用的轮胎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轮胎。直径4.03米，重达5.3吨，24缸的发动机排量达117升，油箱容积为6813升，每公里的油耗将近8升，油老虎都已经不足以形容它了，叫它燃料吞噬者可能更不错。当然，这些车的行驶花费是高，但是能买得起这些车的人，估计也不会在意那些钱了吧。